用事实说话，焦点访谈。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。再过一会儿，第16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就要开始了。回想从11月12号开始，我们与亚运同在，一起兴奋，一起紧张，一起期待，一起喝彩。观众朋友们，您好，这里是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篮球馆。现在决赛的第一届比赛开始了，中国队先获得球权。中国队今天是穿的一身红色运动服，韩国队是穿的白色运动服。中国队的首发内容。左侧一个漂亮的外线三分球，那么韩国队的首发阵容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韩国队的首发有6号梁东根，7号内线金周成，好球，大致又是2分。有11号梁希中，13号金胜彻是队长，还有15号是吴世根。中国队断球，现在把节奏稍微稳一下，黄世萌投了，这球对方是在三分线以外干扰打手。现在的比分20-14，中国队领先6分。韩中还忙。Hello。中国队领先6分，第一节比赛结束还有1分41，这球不够转，所以打到篮筐的后沿上以后传出来。我切出我的牙咬 highlights， 就会切出咱的 blue balls， 还有 hackman。I wish I was a little bit taller. I wish I had a girl who looked good. I would call.